好，英哥好，小新朋友大家好，今日系二十四節氣嘅小滿咧，就代表台灣愛來到梅雨季節嘅。睇完圖像，就嚟看到，華南亞片由季風片嘅水氣，當地向東片嚟塞 vido，有啲水氣更遠咧會來到台灣。從嚟睇今日下半日氣勢有啲所差，已經開始落雨，無主氣也嘅雷雨咧，甚至一下斷胡過後陰光風，還有蒙上煙，就連睇開 素菜，伊滴素菜嘅腐肝肉嘛会改歹，所以大家爱个谨慎点好咧。我酸菜也咧负面，会影响到马克思健康，看到哈呢种体面甜食吐。天天 古算一日摸衣服面，差唔多提几两步就会来到台湾嘅上空。韩国咧提听国语负面，为是把向南偏内西微移，所以中南不地区听国语嘅伊会高台，另外台北不地区因为受到北偏的高压影响，以为带来是把凉凉的东北风，所以听国语台北部地区伊为是把莫按倒位，韩国云土嘛会一丝丝嘅下降。不过对北市。 แปัห mm ้ายัได้โมยฝู่นเยอะจูว่าจะกสองแปดลอยตัก็จับชุนแปดพุทธิคีจูว่าจอนโจแปดู้กอีว่กโตสงตัวเลยกองนานพุกอีจูว่าสิปดกัมเซลอีสิเดไมก็ 整体我看到伊两有鲜明感受，我一次我來都百六拜会来到廿八六礼拜一个方面，难会离开；一个方面还会带来唔会少嘅水气，看到哈尔种土来关心落雨变化咧。今年嘅双百年其实天时寒霜系过好，家家农行喺长岛岛屿无就系无盐天。不过长春岛体东北地区一片喺冻湖面嘅关系，还有那威喺中南部嘅人工风，一片有雨天天。 天多为下半年其实估计台湾嘅云层就有变大咧。韩国半月跟拜三，因为负面通过台湾，台湾嘅热量就会明显增加，估计台风季跟天时就会受到一个贸易负面嘅影响，变冷个唔会天。尤其系看到系西半部地区，也看到青色跟黄色嘅色彩，就系中南部地区，叶片嘅热量会高到，韩国下摆会一下落个太妈妈嘅雨。 甚至海工有业嘅对流云的通过，就会向内区减少台风。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朋友會的，为个强心到位咧，为多日拜六礼拜时间，负面天天离开，国天一局，两位天天嘅停下来。不过，特别惊心嘅系中南部地区拜六礼拜夜间嘅水气含气较多，看到一种土雷关心云图变化。今日嘅双榜日嘅天气状况唔会好，韩国各地嘅高温，拢有超。 高三十度，比如一礼拜嘅天时间温度，天天都系差唔多嘅，个别拢有机会会超过三十度，甚至中南部地区还有机会高高会来到三十二到三十三度，韩国台湖个下就冲一下，温度就会下降，差唔多来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度变呢，所以来讲系个属嘅。整体来讲，就系无落雨嘅时节，天气会高热、高温热，过相对来讲有落雨就会 đường điện, số ý thách cả hàng hệ ký tệ tái đèn biên sẵn cố hộ.